商场，那商场那边就是车厢整修中，那顶装潢了。机械管理，对吧？专业的贩卖区，顶呱呱炸鸡啊！跟我一样化很多。嗯，细思考。鸟园车站，鸟园车站。放物区，进步的，刚才是进步的，进步的，然后，又错，我们校外教学。哦，太阳出来了。你们加入的午餐有没有吃完？自备午餐。哦，在云车来了，我今天刚好在云车来。哦，到我台游泳池，游泳池，我前下坐人咧，校外教学。